哦，换地矿符天赋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先做乌鸦之祸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受不了最大的口气。全军出击！比你是小戴是吧？那不得去抓他一下。一起我们学 W。我们家装的是狐狸，下边的话是一个娜美加薇恩，先是男生三级。这人是模仿我的皇子是吧？这不会是上马的豹女吧？他直接现教现玩。先帮鳄鱼吧，这两个换血换的太多了。我们鳄鱼蛋是点燃的，但是强行换血，但不是不赚的呀。对面这把是1、2、3啊，他没出 AP 的。先 Q 他就好了，打交闪现在翻一技能，不要去随便切形态，记住。浪费一个闪现，陪就把刀线带过去，还有 TP 的。小心狂宰了，这边往前压一下，让兵线进塔。头顶上穷努力的生活，你还是浪费的春。下路全没技能了是吧？那我们可以刷下去的，往下边去走。这波野怪都不用刷，直接往下走。确定这边没有视野在，因为皇子的话已经4级了，4级他可能在周围徘徊，就等我们来下路这边上线的。皇子没有打河蟹，带上路的。我们下路兵线过去的，这波是抓不了的。先动这边的河蟹，不急这一下。他们下路还没注意。因为身上还有针眼的对面的一个辅助，无名的人啊，我敬你一杯酒，敬你的人。为什么不飞天？我觉得我能一刀他，自信呢？因为我知道皇子也在附近的，想留一手飞天的。我觉得我能一刀他，然后就放人嫌疑，结果没一刀，那就只能闪现过去补伤害的。可以上，能套到吗？小弟们好凶啊，这小子。
原来 A 到我了。先稍微等一下，你一刀他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从这个地方过来的，就夸从这里过来，这是顶得住的呀。上的优势还挺大的。下路这边不好抓的，让他们发育吧，我往上面去走。对面是硬斧，就这一只好了。AQ 闪失误了，狐狸要过来了，这波不急的。曹冲可以吃一个，像黑羊说多，再把这草丛拿一下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慢慢发，慢慢刷一些野怪，回家把装备更新出来再打架。第一件装备先做乌鸦之祸，我带的是凯旋跟致命一击。也可以第一件装备做风暴的，风暴的话滚雪球配合凯旋很厉害。那队友小心一下，皇子去了。推过去可以直接越塔的，他没有烟雾弹了已经。先 QA 他一下，一起把这个大刀躲了，闪现一下。哇，这冰鸟又来了。先刷这个，先追这一阵好，追一下，等下 Q 回家。我刚觉得是不需要等他那个 W 的，但是皇子赶过来了，哪里有睁眼啊？我在眼上蹲吗？这里吗？这有个睁眼，我真没看到，我瞎了，对不起。
先给一剑炮，等他余震消失再放技能。好肉啊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等到时候捡两个伤树吧。我在眼上站了30秒嘛，我真没看到那个真眼。我今天是这几天没睡好。别喷了，别喷了。你想一下，我要是不知道真眼，我肯定就只在一眼了。我又也想了。他们大招没有好的，就这一只好了，打大龙。是 UZI， 这个人冒充职业选手，我们要针对他一下。这个人冒充职业选手，再抓他一下，骗人。那算了吧，走吧走吧走吧。你骗人骗人，还骗不骗？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往前走，挡他过。再回去再抓一波UZ。别拆了，别拆了，别别。让你骗人啊，骗骗遇到了，给秒，有我的 E 可以显形吗？这就是 UZI 吗？
来骗人，骗啊骗！来抓这个帮凶，一来就来四个。把这个野怪经济收一下，不用管这个草丛，不用管峡谷，我们控好小龙就好了。不行啊，我没控到他，就碰不到他，主要他在兵线外面的，把他们野怪经济收一下。回家装备更新一下，准备打那个小龙团了。这个冰女要死，我没得这是会拉扯的。这个地方有个针眼，好，这边是一刀一放秒，狐狸这个心态就值得你们学习的。你们直播间谁，大部分人心态不可能比狐狸好的。就凭这一点，现在玩游戏不讲究的是技术了，技术大家都有，心态很关键。真眼还在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现在技术其实大家技术都挺好的。大家技术其实都不差的，但现在这个版本想要上分，其实心态比技术还要重要。第一是思路，第二是心态，第三是操作。
非你要玩那种 ADC 那种英雄，没办法。拆拆拆，泡他，追雷就好了。再等下个猪前 Q， 算了。把这个造出来，几个打就好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他有什么，他会自我检讨。就很多人现在是明明是自己的错，但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会给自己找理由。嗯，他会去反思这个 ADC 说的话对不对，是不是？就比如说 ADC 你他会走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他说我去了一波上路线过来了，他说早点回家就好了，如果早点回家他这一步就可以支援了。你们要他回这句话的意义就值得我们学习。A 果实的话，就 A 的一瞬间放1000就是 A 果实了。咬一口小蜘蛛已经死了，400多滴血被黑暗收割炸死。啊，追着 A 就好了。就先走位，不要吃大招。这边有个人在的，我们去追他。啊，追着 A 就好了，给 E 技能，接平 接 W Q， 等下猪前 Q。你直接举报那个泽拉斯就好了，举报他游戏里面会重开的。